世界名曲。唱啊！他在 cue 你唱。我两个脸颊这样亲一下啊，我懂是这样嘛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是这样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好，我做完了，不能再做了。我刚刚没有看出来，请问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我有了，哎呦哎呦，搞音乐的音乐，有勇气来着，好不好？白哦，白哦，而且很白哦，而且就读于师大，师范大学，师大音乐系，音乐系的，哎，师大，好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！脱俗啊！哇，新平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新平，新平，新平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好。新平什么星座的？母羊。嗯，啊羊，哇，母羊是很强势哦。哦，我先请教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拉小提琴人都要这样的一个，有这么爽吗？一个陶醉的感觉。现在立刻帮我们拉一个吧。好啊，当然好。今天拉什么？哪一曲？等一下，康哥听了一定知道。OK， 来，太好了，你拉我一定要问康哥，他应该是拉那个我的主题曲啊，来一遍，请开始。世界名曲。唱啊！他在 cue 你唱。我从来不知道这首歌有这么悲呀、啊！好好听哦！哎，不是不是，因为刚刚在拉的时候啊，他是一脸问号。请问你知道他刚刚拉的那一首是？没关系，你讲出来。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听。我跟你讲，那是肖邦的一首歌，《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》。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里，我的身边。肖邦，收录在夜曲里面，蛮厉害。这种歌你也拉得出来？我刚刚在等待康哥唱，不是。哎呀，你怎么没唱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罩不住小提琴的声音。哎，听到你要唱，要去打雷雨，打雷。哎，我们家后院怎么了？我们家后院有没有招小偷啊？小偷翻进。怎样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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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邻居邻居邻居经过，邻居经过，不好意思，吓死人了，没事没事，刚搬新家，邻居跟我相处，刚刚打了招呼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小提琴的声音是我最受不了的那个乐器的声音，因为小提琴声音那个出来那个情绪，那个哀戚有没有？我刚刚我本来要接，你知道，就我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因为哽咽了。对，太拉得太好，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有人用小提琴拉这首歌曲，真的。谢谢你，太好了！你拉小提琴多久了、啊？17年，十七年，你几岁了？大学生，你是不是这样子？他看起来我的意思就在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他看起来就像十七八岁。你后面应该补一句，十七年，你一定很小就开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。大概六岁，17+6，哇，已经算出来了，23岁算年轻，还是很年轻。你现在还在念书吗？对，大四。小提琴可不可以拉出快乐的旋律？可以，来一块，真的快乐，来快乐，多快乐，多快乐，就又多轻快啊，啊，听了很愉悦啊，嗯，啊，快乐，来一杯快乐的。餐厅，餐厅。哎呦，哎，他还会做，他还会玩那个滑音，哎，我刚那个音乐下真的很对不对？开心了，人家想舞一曲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说音乐陶冶人性嘛，陶冶性情。不是，我跟你要他拉得好，对。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刚开始学的？哦，叽叽呱呱，拉低的要不要听我拉一个？不用不用不用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么会拉，然后你这么有气质，你出国去表演？
为什么内衣会掉下来？还有 special， 因为我们常常穿贴皮袍。哦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是你会贴内衣或穿比较没有肩带的内衣。所以你这样就是这样，扑通。对，它会渐渐的滑到肚子上。整件，哇塞！对，那不就是你要有稍微夹，可是因为我一手在忙，所以就是那怎么办？就让它掉在这里，当下掉到肚子了吗？有，像屁股就是会撑住嘛，它至少会就到那里了，对，就让它露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二名跟第一名的最后的一个 moment， 决定出大招。对，不是啦，这不能分心。你去过国外进球？有，我去过法国一年，就高中毕业的时候。我跟你讲，法国的，Bonjour，OK，我只会这样。你会讲法文？会。自我介绍。Bonjour tout le monde， je m'appelle Mia， maintenant je suis étudiant de。他刚刚那一段有讲说他是一个学生。啊，对。对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Je suis étudiant， 就是 I'm a student。student。你问他真的？真的很厉害。哎，你有讲法文？不用报。来这一招，你现在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等一下，对不起，你在兴奋什么？你在睡着？我替大家在夜。好了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是要不要跟你一样很会音乐呢？还是就谈得来就好了？谈得来，但是他抢银行也可以。喂，神经病啊！你说特殊要求吗？就是外表大概走哪一种型？阳光的，不用跟静雯一样，都是要阳光的。黑很瘦可以吗？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我们这六个男生，如果外表上的首选是哪一位？交往？你说，在场的六位。可是，可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挑不出来？为难吗？假设我又为难。刚刚有事。假设，就是行，是不是啊？他的歌吧，我刚刚都演奏他的歌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法国人是这样子哈，其实法国人跟法官就是生活步调比较慢。对，那你一个亚洲人去受得了吗？一开始有不习惯，对不对？吃饭吃好慢。对，我们吃30分钟就好，我们吃。很久哦，两三个小时，8个小时，棒哦！哎，但是我问一下，你说不习惯那种步调慢，那法国人他们面对面打招呼的时候，有没有都两个脸颊这样亲一下？啊，我懂，是这样嘛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是这样？哎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好，我做完了，不能再做了。我刚没有看见，请问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法很大方哎，你们都是这样吗？大方习惯，可是大方哎，有些国家是三下哎。哦，不止。三下是怎么样？三下？不是，就是哦，三下是这样子。是怎么样三下？我可以示范啊。好，你三下是这样的。怎么？破坏我？就有些国家是三下，有些国家是两下，有的是一下，很奇怪。那你刚刚说不止的意思是？就是如果他们喝太很开心，就一直来这样，就一直这样贴住这样。有30下的那种吗？没有，这样有点酸吧。原来是会酸的，没得接就不要应急。对啊，恋情有没有在哪一个年纪的时候突然就是类似瓶颈，不想再练什么之类的？哦，我直到高中、国中后半段才认真的想要自己练，一直都不是想要自己练，以前都不认真，对，一直都被逼的。那你是听了哪一个名家的作品之后，你忽然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？谢谢，喜欢音乐，谢谢。那待会录完，你继续拉那个走在台北的一场，一路陪着刚才下休息室，把你们全部的音乐系都教会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今天水准很高哦。对呀，是上升的。哇塞，不得了，不孤单了，爸爸，对不对？严选中的严选，所以校花不只是正啊，都还是专业。对对对。